较精彩，大家会期待除了比赛之外的讯息啊。来回球，篮底下铁敏，已经站到一个好的位置，最后要到了犯规，球没有滚进。哎，至少有两次罚球机会。铁敏也是很会打这种烂仗啊，他第一拍起来的话，应该就会被阿提诺给扒掉、哦。最后是再靠了一下身体往后，对，做了一个假动作。